个世纪过去了，已近百岁的陈开家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基地司令员张运玉对于那天见到陈开甲的情形记忆也尤为深刻。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不能不想，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对原子弹诅咒和祈祷。这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的紧要关头。在当时，陈开甲的身份与他执行的任务是绝对的国家机密。此后20年，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塔爆到空爆，从地上核试验到地下核试验，这样的时刻陈开甲经历了30多次。正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时刻，让国家的脊梁挺得越来越直，成为世界大国的脚步迈得越来越坚实。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是受命危难严守阵地的忠诚。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征战大漠不胜不还的英勇。总有人为肩负使命而生，开甲之名似乎注定他的一生，为华夏铸造盾甲。开甲这个名字不是我出生后为我取的，是祖父为陈家的一个孙子举办的。1918年8月2号，祖父去世，第二天我出生了，就领了开甲之名。祖父的期许是徽州文化与吴地文化碰撞出的官业火花。程家先祖由中原洛阳迁至徽州，徽州文化重商，经营四海，流域五方。程家的这一支流到江苏吴江，就此在太湖之畔的水乡扎下根来。盛泽以一个小镇而与苏州、湖州、杭州并称四大抽都，坐拥日出万畴，一匹天下的富庶与骄傲。陈开甲的祖父陈庆斋在这里经营纸张生意发了家，心仪的却是吴地文化的尊教崇文。陈庆斋独子陈世同无人可靠，他转而对长孙寄予了荣登甲第、光耀门楣的厚望。遗憾的是，程世同的正室太太程红氏一连生了6个女儿，无人可领开甲之名。程开甲的出生终于安慰了这个屡屡失望的家庭。然而家道中落成了小开甲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接踵而来的是8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母亲董云峰身为偏房，在家中再无地位可言。有一天，母亲给小开甲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裳，留下了几个铜板，也留下了一个痛哭着远去的背影，离开了程家。猝不及防的生离与死别，把小开甲变成了一个孤僻而又贪玩的学童。在畴业小学，他常常倒数第一，因为2年级留级2次，
连续三年老坐同一张板凳，被全校上下戏称年年老板。直到有一次逃学，竟一个人跑去了上海玩。大妈陈红是痛下决心，程家的这棵独苗不管教不行了。大妈把小开家转学到他五姐任教的观音弄小学，从此严加约束，鞭策他用心学业。程开家在这里遇到了简晓峰校长，当时简校长刚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简校长呢，受蔡元培先生新式教育的影响，经常会给孩子们讲大人物成才的故事。程开家深受启发，心里面立下志愿要好好学习。四年级的时候，他因为数学、音乐成绩特别优秀，所以就跳级读了六年级。程开家小学校门前的八字校训：数智、尚德、勤学、守纪，是程开家晚年亲笔写。这是当年简晓峰校长的教诲，也是一个走向世界、走向科学高峰的水乡之子终其一生的精神原点。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就在这一年，13岁的少年程开家考取了位于江浙交界处的嘉兴私立秀州中学。秀州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学风蔚然，声名远播。教育理念一如他的校舍建筑，中西合璧。在这里，程开家遇到了又一位引路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留美归来的顾慧仁校长。顾校长提出的办学治校理念，爱国、爱校、爱科学，如同闪闪发光的种子，深深埋在了少年的内心。战争的炮火尚未烧及长江三角洲，程开家畅游书海，放飞理想，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程开家爷爷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他的努力程度可以算得上我们学校是 number one 第一位。人家同学睡觉了，他还拿着书，找有光亮的地方看书，楼梯上、走廊上，甚至厕所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学霸，关键的是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程开家在数学老师姚广军的训练下，能将圆周率轻松背诵到小数点后60位，能将1到100的平方表、立方表倒背如流。程开家后来在科学研究中展露出的惊人的运算能力、记忆能力，正是由此夯实了基础。秀州中学图书馆有许多名人传记，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感动教育了我。他们执着创新和不倦探索的品格也影响了我。读过这些之后啊，我渐渐产生了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理想。理想的灯塔逐渐照亮了程开家的人生之途。首先展开的是一连串奇思妙想，能不能造一条大船，利用自重和海水冲力带动发动机循环工作，能不能用平面几何的方法三等分角。尽管这些都以失败告终，但在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下，他脑洞开得更大，更敢去创新了。程开家不仅是数学总考100分、英文能背诵所有课文的学霸，还是浙江省教会中学英语演说联赛的冠军，是尽心尽责的膳食委员会主任，甚至是圣诞晚会上男扮女装的反串演员，
五彩斑斓，是青春的底色。少年在这里完成了人生的焕与展翅。中学毕业正逢1937年7月，卢沽桥的炮声打破了年轻学子内心的宁静。陈开甲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受战争影响，他的大学入学考试是在设于上海外国租界的考场完成的。优异的成绩使他同时受到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的录取通知书，陈开甲选择了前者。等待他的是一座洒满学术光芒的殿堂，也是一场极其艰难困苦的险途。西子湖畔，风景如画的浙江大学，一座西迁办学纪念碑载下了陈开甲那一代学人的一路流离，一路求学，一路悲歌，一路进取。不难想象，一个大一新生刚刚穿上学校的制式服装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更何况陈开甲还是凤毛麟角的优等生，享受每学期100元的公费奖励。此时的浙大又逢享有盛誉的竺可桢教授新任校长，礼聘群贤，一时大师云集，气象万千。然而1937年8月，战火又烧到了上海，不久杭州告急，浙江大学不得不举校西迁。浙江临安西天目山，林海茫茫，禅园寺庇荫其中，森严古刹成了西迁路上的第一站。仅仅2个月后，西天目山就已不复安全，浙大师生不得不迁往建德。又经1月，继续西迁至江西吉安、太和。在接下来的一站，无论是在思想、学术，还是在生活上，都让陈开甲经受了难忘的洗礼。广西北部的宜山，戏称蛮烟瘴雨之乡，宜山宜水不宜人，但对当时的浙江大学来说颇宜避难。师生沿着赣闽水路入桂，在这座小城度过了1年零2个月。宜山成为浙大师生流亡途中驻留时间最长，也是所受损失最为惨重之处。初到宜山的陈开甲2度潸然落泪。第一次是1939年刚到目的地，由于沿途遭日本军舰骚扰，2000余箱图书仪器，行李中有几箱不慎落水，资料严重受损。这可是师生的命根子。陈开甲伤心痛哭了起来。陈开甲看到这个书本沾手啊，心里就很难过，那么马上组织同学烘书、修书、贴书，一边流眼泪一边做这个工作，所以陈开甲呢对这个非常的有感情。第二次则是接踵而至的飞来横祸，18架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投下了118枚炸弹，8间宿舍、1幢大礼堂、3幢教室被毁，唯一1架钢琴也难逃入狱。陈开甲所有的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化为灰烬。当他从师生们手中接过捐献的棉袍、被服、笔记本时，热泪夺眶而出。中华之大，为何容不下一张
安静的书桌。大轰炸后，在一战的日子更苦了，但悲愤之际信念弥坚。山头挂起了报警的灯笼，河谷和溶洞成了空袭时的临时避难所，树林常常被当作教室，老师们将黑板挂在树干上板书，学生肩膀斜挎一块木板，坐在草地上听课记笔记。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还跟地球跑呢？大学二年级，陈开甲用牛顿力学原理完美破解了试卷上的这道难题，获得了曾留学美英德的名师树星北教授的青睐。树教授讲授自己的研究专长狭义相对论时，课越来越难，最终坚持下来的只剩陈开甲一人。于是师生二人相对而坐，面对面教学，面对面争论，同学们戏称这是真正的相对论。青年陈开甲就这样一步一步跨入了物理学的殿堂。在宜山，浙江大学确立了求是的校训，极具古典韵味的校歌唱响在青山绿水之间，求是求真，创新革新，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在陈开甲心中扎下了根。1939年11月，南宁沦陷，战火逼近，浙大被迫踏上第四段西迁征程。湄潭，一个宁静而美丽的西南小县城，敞开怀抱接纳了千里迢迢流亡而来的学子。清澈的湄江水一如那一段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深情厚谊。湄潭人民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前来的浙大师生使用。茶乡永兴镇这座在当时颇为豪华的木质大宅成了教授楼，茶馆则成了师生休憩看书的好去处。一个铜板做茶钱就可以待上一整天。湄潭文庙当年用作理学院的办公室、图书馆、公共教室和部分宿舍，参天古树浓荫低翠，陈开甲格外珍惜烽火岁月中埋首苦读的寸寸光阴。1939年之后，法币贬值，物价暴涨，陈开甲只能靠学校发给的微薄代金为生，但有一项开支他每月都比其他同学多几倍，那就是夜读的灯油钱。为省油钱，每晚他都把桐油灯的灯芯拨到最小，灯光昏暗，油烟常常熏黑了鼻子。有个同学开玩笑：“老兄，你如果能连续3天3夜看书不睡觉，灯油钱我全包。”一来年轻气盛，二来机不可失，陈开甲接受了这个赌约。他借来了一摞量子力学的书籍，如饥似渴地闭关研读，读着读着真的就废寝忘食了，彻底忘记了正置身一场赌局。同学担心他出事，提前一天强行拉他出关。陈开甲赢得了赌局，他这个书呆子也赢得了一个非常洋气的绰号，成布克。唱布克的故事很快在学校传开，不久竟催生了一项特别的发明。怎样
才能减少学生们被油灯烟熏之苦呢？树新北、杨守珍两位教授改良设计出了一种植物油灯，用废弃的铁皮罐装上植物油和灯芯，加盖玻璃灯罩，使油灯明亮稳定，而且不会有浓烟。训导长费巩拿出自己的津贴购买材料，制作了800多盏这样的油灯，分发给学生，大家称之为费巩灯。从此陈开家夜读的幸福指数大大提高，灯油钱也节省了不少。风雨如晦，灯亮着，光明就在，燃灯者的身影让人无惧黑暗。尽管地处僻壤，但在王汉昌教授家里常常能看到从国外辗转寄来的《物理评论》等学术期刊。也是在王汉昌的课上，陈开甲第一次接触了一门知识——原子核物理。那时的他不会料到，20年后的自己会在中国核武器试验的阵地上与恩师并肩战斗。陈开甲还选修了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两位教授的课。这两位教授是最早获得日本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二人相约归国，发展祖国的数学科学。大三时，陈开甲撰写了一篇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薄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陈建功阅后赞叹不已，他将论文修改后寄给了英国一位著名数学家。多年之后，陈开甲才得知自己当年的这一成果被苏联斯米尔诺夫所著的高等数学教程全部引用。超出常人的勤奋刻苦，雕琢着天赋聪颖的陈开甲，推动着这个才20岁出头的大学生绽放才华。1941年，23岁的陈开甲完成了人生的2件大事：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回苏州吴江老家结婚，带着新婚妻子高耀山踏上返校之途的陈开甲，因为内地交通中断，原计划从上海出发，绕到香港回贵州，谁料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火之中。1941年12月8日，就在陈开甲一行准备登船离港时，日本突袭美国海军太平洋基地，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随之遭受30架日机轰炸。前一日抵达时还一片太平的九龙半岛，顷刻间狼烟四起，新婚夫妇困在了香港贫民窟中。经历过上海沦陷、浙大流亡，再经历香港沦陷，一颗科学报国之心磨砺得越发顽强坚定。即便缺钱断炊，陈开甲照样每日看书做研究。3个月后的一个深夜，陈开甲在别人帮助下登上了一条神秘的大船，离开了香港，辗转淡水、惠州、韶关、贵阳，一路过关渡险，终于抵达遵义。命运哪有偶然的眷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陈开甲才知道那次脱险的背景是在党中央及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紧急指示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精心部署的一场秘密大营救，一同脱离险境，
转为慰安的有800余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湄潭是我终身难忘的地方，在这里我有了家，有了事业的开端。1942年夏，陈开甲任物理系树兴北王干昌的助教，他思维活跃，在学术界初露峥嵘。1944年10月，一位英国学者应朱可桢校长之邀访问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学术活动。这位学者就是曾经发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著名李约瑟之问的李约瑟博士。湄潭之行让李约瑟极为震撼，战乱下的中国竟然有这样一方世外桃源，有一座学风如此浓郁、成果如此丰硕的大学。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三角级数，树兴北的相对论研究，何曾路的光学等等，王干昌的中微子研究更是世界性的重大发现。李约瑟激动地把浙大誉为东方剑桥。李约瑟也给陈开甲带来了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此时陈开甲已经完成2篇开创性的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英国自然、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发表。王干昌向李约瑟推荐陈开甲的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请他回国时转交给狄拉克教授。李约瑟欣然接受，亲自修改了英文稿。当陈开甲终于盼来了狄拉克亲笔回信，激动不已时，回信的内容却让他大受打击。目前基本粒子已经太多了，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就这样，陈开甲的论文被国际物理学界的权威学者枪毙了。然而这项研究在30多年之后来了个大反转。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恰恰就是颁发给了研究出基本粒子间弱相互作用的科学家，并且他们的实验测得的质量与陈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当年没有把研究坚持下去，成为晚年陈开甲念念不忘的学术憾事。狄拉克的回信有的，但是后来因为多次搬家，这封信也找不着了。他就说这就是一个遗憾吧。那么这件事儿呢，他就给大家讲过很多次，而他也牢牢地记在心里，就是说我就是一定要抓住问题，一定要坚持下去。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陈开甲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赴世界著名学府爱丁堡大学留学。更加幸运的是，他成了享有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盛誉的马克思·波恩教授的学生。在国际直航通达五湖四海的今天，人们难以想象1946年8月，陈开甲赴英需要乘坐澳大利亚军用飞机从上海飞香港，转飞清平、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以色列、希腊、意大利、法国，一周后才降落在伦敦。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中心，拥有400多年历史。
这里走出了生物学家达尔文、小说家斯科特、斯蒂文森、哲学家穆勒、画家威尔基、历史学家卡莱尔、中国留欧学生的先驱黄宽，1856年也是在爱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置身风光绮丽的爱丁堡，徜徉在古老典雅的校园，程开甲精神振奋，踌躇满志。然而不愉快的事时有发生。租房时，英国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海滩游泳，有人指责中国留学生把水弄脏了。他甚至遇到过一个英国人当面用双关语羞辱他像个猴子，就连发表论文也会遭到质疑，中国人有这个水平吗？在国内，程开甲目睹了中国落后挨打，在国外他又体验了中国落后挨骂，屈辱苦闷更加激发了他的志气。爱丁堡的城楼也许还记得这位中国青年许下的铮铮誓言，珍惜机会，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与波恩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令我难忘。那天啊，大雾蒙蒙，我早早起床收拾整齐，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提前了不少。我想赶在导师到来之前就到他的办公室以表示我的尊敬，但是我到的时候，波恩已经在门口等我。波恩是犹太血统的德国物理学家，在点阵动力学、量子力学甚至化学领域都有非凡成就。波恩的随和很快消除了初次见面的紧张。程开甲汇报完自己的研究基础和成果后，波恩很是高兴，他为程开甲定下了学习制度，每天来他办公室至少交谈20分钟。波恩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把中国学生程开甲描述为高尚文雅有高度教养的绅士，并且很精于数学，在物理学方面也有天赋。波恩的四位中国学生彭桓武、程开甲、杨立明、黄坤后来都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爱丁堡大学还不到30岁的中国学者程开甲在学术舞台上大放异彩。赴英之初，一场超导实验讲座引发了他对超导问题的浓厚兴趣。他将周期表中的元素分为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发现了前者的分布规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雷》和苏联科学院报告等杂志上单独或与波恩合作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以这对师生之名，一个新的理论诞生了，程波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程开甲十分珍惜每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他跟随导师赴牛津大学讲学，在剑桥大学参加狄拉克主持的理论物理研讨会，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基本粒子国际学术会议上结识薛定谔、鲍威尔，在爱丁堡国际物理讨论会上跟波尔探讨5维基本粒子理论。1948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召开的低温超导国际学术会议上，为人温和的程开甲却与同门师兄海森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海森堡早在1932年便摘得诺贝尔奖，
是物理界响当当的权力。由于观点相左，海森堡当场与程开甲争论了起来。程开甲不但英文好，而且在浙大时选修过德文，考试拿了90分。他时而英语，时而德语应战。师兄弟同是操戈，大会主席泡利当起了裁判，却也难断输赢。波恩听闻此事，对程开甲大为赞赏，他向程开甲讲述了爱因斯坦挑战传统的故事。有趣的是，波恩和爱因斯坦是生活中的挚友，钢琴、小提琴二重奏的默契搭档，却是学术上互不相让的论战对手。导师一席话，程开甲仿佛经受了一场精神的洗礼。不迷信权威，敢于离经叛道，追求真理的精神，比物理成果和理论成就对人类的意义大得多。成就是有限的，而精神是永恒的。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波恩和他的好友们，科学家狄拉克、爱因斯坦、波尔、薛定谔、程开甲的同门师兄弟海特勒、泡利、索莫菲、海森堡、红桓武，程开甲在欧洲学术界的朋友圈几乎云集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博采众长，学术事业为之一新，学术水平跃上高峰。This is the PhD thesis of Kai Chia-Cheng on the theory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it was completed and his degree was awarded in 1948. So within the thesis, we can see the title page here,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And the thesis has been typed on a typewriter, but if we look further through, you can see that the graphs have actually been pasted in and the diagrams have been done by hand.经波恩推荐，程开甲被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以优厚待遇聘为研究员，年薪750英镑，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了。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忽然在程开甲的面前，但他心中一刻也不曾忘记万里之外的祖国。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个事件，深深震动了他的心。那是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苏格兰出差，看电影新闻片的时候啊，我看到了关于紫色印号事件的报道，看到中国人敢于向英国军舰开炮，击伤了英国军舰紫色印号，我第一次有了出了一口气的感觉。看完电影，走在大街上，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中国过去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我感到现在开始变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遭到炮击的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北岸部署百万大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无视撤离公告，于4月20日闯入解放军长江防线，对鸣炮示警置若罔闻，反而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片刻功夫，紫石英号中弹多枚，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刚刚还神气十足的紫石英号
再也顾不得英国皇家海军的颜面，升起了白旗。前来增援的伴侣号、伦敦号、黑天鹅号也被一一击退。此时英号事件让陈开甲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那时起他坚定了回国的决心。直到晚年，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他仍会激动不已。你看到这个在英国的这自杀营跑开就打上了，所以我们在当时看的时候真是高兴啊，所以我们有这一天能够这样子。陈开甲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波恩曾经两次劝他把家眷接到英国安家，但每次他都避而不答。1950年，陈开甲放弃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的科研条件，启程返回当时还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憧憬着用自己所学建设它，让它变得美好强大。离开英国那天，波恩亲自把他送到火车站，依依惜别。陈开甲的行囊中满满都是他用心收集的物理学专业书籍，除此之外唯有买给夫人高耀山的一件皮大衣。这件皮大衣背后有一段心酸的故事。陈开甲毕业后第一次领到薪水，就去商店给夫人选购衣服。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轻蔑地打量他，根本不相信中国人买得起这样价值不菲的商品，专门打电话向银行询问，得知陈开甲是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才把皮大衣交给他。这件事再一次刺痛了陈开甲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归心似箭，报国心切。1950年8月，海上漂泊一个多月后，陈开甲终于踏上了祖国的热土，一幅崭新的建设图景呈现在眼前。游子归来，祖国向他敞开了胸怀，母校浙江大学聘任他为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陈开甲服从组织安排，调到了另一所人文荟萃、声誉卓著的学府——南京大学。南大把他定为归国高级知识分子、二级教授。但陈开甲在填表时执意放弃二级教授的待遇，只肯领三级教授的薪金，理由是国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个人也应该出力。面对待遇，陈开甲是让；面对工作，他却是无论哪里有需要都坚决上。那个时候国家需要钢铁，所以说南京大学呢就开始要物理系筹建一个金属物理教研组。物理系的物理是理论研究里面再加上还有一些实验，可是现在要成立一个金属物理那就不是了，它是完全是个应用研究。陈开甲舍弃了躬耕多年成果斐然的理论物理研究，转向了应用物理领域。他到南京工学院听金属学课，去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学习实验操作，研读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书籍。短短两年时间，就和搭档施世元教授一道走进金属物理教研组。
立业维艰，但总有人愿筚路蓝缕开辟山林，总有人愿垒土不辍铸就高台。1956年毫无疑问是陈开甲的不凡之年。这年7月，他得偿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大物理系教工党支部发展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党员，这在学校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物理系一两年间就发展了10位党员。这一年，陈开甲还参与了2件新中国科教文化领域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一件是高教部组织30多位学者的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研究所、原子能发电站。另一件是6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全封闭3个月，参与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被称作12年科学规划，包括2弹1星在内的一系列科技项目，正是在这一规划下发展了起来。12年科学规划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一时间掀起了全民关心原子能事宜的热潮。陈开甲再次受命，也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工作转向，从金属物理转向核物理，和施世元一起创建南大核物理专业，同时筹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他带领大家没日没夜的研究实验，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相继研制出南大第一台核物理实验仪器双聚焦贝塔普仪和第一台直线加速器。陈开甲先生呢，是一位勇挑重担的学者，他在国内率先开创了热力学的内耗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固体物理的著作，教材呢被认定为教育部的部班教材，也多次再版。陈教授呢，也先后担任了固体物理、金属物理以及理论物理、统计物理、量子力学和常论等等的课程。特别呢，是他带动了一批青年骨干教师的迅速成长，所以为南京大学的凝聚态物理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政党踌躇满志、干事创业之际，郭颖秋校长手中的一张小纸条给陈开甲的教授生涯按下了暂停键。